要赴战场的杨俊文，谁将会与他交手呢？林道远，男生对上男生啦。好，请问杨俊文今天准备的歌曲是刘力扬的礼物。礼物，对，你要唱的是林忆莲的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。两位好好演唱啦，首先就欢迎杨俊文演唱。外形俊俏的杨俊文，嗓音的辨识度极高，自信的舞台表现很有大将之风。林道远浑厚的歌喉，总能将歌曲唱得深刻，中气十足的优点，更能让演唱余韵犹存。都选择女歌男唱的杨俊文与林道远，谁会在此战胜出？在今天画上句点，一整夜翻阅过去画面，快想不起我们为何会诀别，只看到那双你送的鞋，走一步又一步，我才发现绕了个圈，走了好几年又回到原点。你送的礼物会不会太特别，毫不必回忆那不完的穿越，渐行渐远，习惯到没感觉，难道你早想要我走远，光着脚我一路奔跑，鲜血泪水一路狂飙，收起我的骄傲，承认曾经备受煎熬，就全忘掉。谢谢杨俊文的演唱，接下来林道远演唱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。杨俊文表现不俗，身为学长的林道远能否拿出前辈的风范？